三国时代的雄兵当中，蜀汉白耳兵作为刘备一手组建的贴身精锐，名声可谓极为响亮。其率领者陈到也在许多网文中被吹嘘成战神一般的人物。然而白耳兵记载的稀少，使得他一直笼罩于历史的迷雾当中。笔者且以拙劣的财力来略略推测一下白耳兵的实际状况。二独耳也称毛。 毛是以牦牛尾编织的事物，在古代通常用于武士盔甲和武器的装饰，也用于制作符节。一所谓白耳兵，就是用白色牦牛尾作为装饰的部队。一方面，用牦牛尾装饰体现了威武尊贵，表示了刘备对这支部队的区别对待。魏略记载，刘备在荆州刘表麾下时，就喜欢编织牦牛尾，这当与刘备编织贩卖草鞋的经历有关。二后来刘备入川，西蜀所进的羌藏地区又是牦牛产地。 因此，刘备将自己组建的精锐贴身卫队命名为白耳兵。白耳兵的首任统帅是名位亚于赵云的陈道三。相比于多次独当一面的赵云，陈道才真真正正是刘备的保镖队长，全方位负责贴身护卫刘备安全。田余庆教授认为。 白耳兵被称作西方上兵，可能是来自川西的羌系民族部队。似这种说法，笔者难以认同。这里的“西方”应该指的整个属地，即白耳兵是从整个属地选拔而出的精锐，不排除其中有少数民族士兵。但刘备应当不会将自己的安全交给一支大部由少数民族构成的军队。白耳兵的装备应当与袁绍麾下的先登死士、大戟士类似。先登死士、大戟士。 其实基本上是同一类兵种，也并非编制名称，而是汉末常见的禁卫部队，由曲义率领负责打前锋时称作先登四士，而在袁绍身边护卫袁,袁绍安全时称作大骑士。 戟兵相对于枪兵有着更精良的训练，由于戟的小枝的存在，戟兵格斗能力较强，适合阻击骑兵，配备重甲能有效防御骑兵突击，避免主将在乱军当中被敌骑逃去。但长戟的穿刺能力不如长枪，因此护卫性质多于冲击性质。因此笔者认为，白耳兵中当有很大一部分是精锐的戟兵。参考袁绍军与公孙瓒军作战时使用强弩杀敌。 白耳兵中很可能也有远程火力。汉代的弩技术已经非常发达，大黄弩堪称威名赫赫。在汉中争夺战中的汉水之战中，赵云偃旗息鼓诈敌，突然令弩兵万箭齐发，曹军惊骇，自相柔箭，坠入汉水中淹死者不计其数。五，我们考虑到赵云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，以及其与陈道的亲密关系，笔者推测，在汉水之战时，赵云麾下很可能有一部分白耳兵。 他们在使用强弩作战时，攻击迅猛而富于节奏，给予了曹操军势若雷霆万军的打击。夷陵之战，刘备惨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但终究得以生还，并在白帝城整理残兵，令吴军不敢再追。陈道所辖白耳兵的奋战，当发挥了很大作用。陈道在夷陵之战后，与李严一同增助镇守白帝城六，防御吴军入侵。在李严内调后。 接任李延的永安都督职位，而白尔滨的建制在刘备去世后仍然得到保留。陈到去世后，永安都督相继由宗玉和罗宪担任，白尔滨应当也在永安都手中传递。 为晋汉政权镇守东陲，永安都除了担任与吴国的外交任务，防备吴国可能的居心不轨，还需要安抚压制川东和贵州西部的少数民族。蜀汉灭亡后，吴国试图以救援为名窃取白帝城，卢宪因为吴国趁火打劫，大怒投降魏国，以少量兵力将来袭的步协军打得大败。 并抵挡吴国名将陆抗纪年，魏国裁判胡烈前来解围。其作为精锐的禁卫步兵，白耳兵力大甲重，适合城邑防御战，但也能在必要时候换上轻甲出城突袭敌军。其出众的作战能力在永安保卫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蜀汉灭亡后，白耳兵的建制废除，但白耳兵战士们仍然留在蜀地，作为大晋的战士传承着战绩。后来，罗宪制止罗尚担任益州刺史。 因处置不当激起从人李特一族的变乱，胡汉各族分歧响应。罗尚固然是庸碌之才，但他与李氏流民集团连番缠斗，竟一度奇袭斩杀李特和李府。李远八，在成都保卫战中击杀李荡九。后来罗尚放弃成都逃往巴郡，尚且一度发兵抓获成汉大将李湘的妻子昝氏和儿子李寿。 虽然季汉已经灭亡多年，但罗尚作为罗县之职，其麾下的军队当中必然有一定数量白耳兵的后裔。他们与监禁的板水满武士连番死斗，不落下风，这也是白耳兵最后的余晖。